手田馥甄在高雄巨蛋举办第二场巡演，他的好歌声吸引不少粉丝进场，就连韩团 TWICE 台湾成员周子瑜也现身观众席，让同场粉丝惊喜不已。有歌迷直击子瑜坐在台下，还有人散场时遇到他，亮色的马尾即便戴着帽子依旧显眼。子瑜上周返台和家人过中秋节，田馥甄演唱会刚好因感冒延期一周。子瑜之前唱过《小幸运》给粉丝听，看得出来相当喜爱田馥甄的歌。这次趁着返台顺便欣赏演唱会。不过9:41全台地牛翻身，高雄四级摇晃剧烈，演唱会紧急暂停3分钟，最后暂停15分钟后才再度开演。粉丝打趣说，不知道子瑜有没有被吓到。两位顶级明星虽然没有同台互动，但惺惺相惜到场支持演唱会，令粉丝们格外羡慕又感到温馨。